牛肋排，他又开始了。平菇、茄子、菜花、红薯、米饭。带刀都监管严。我打一打不打。开动了。还有点夜。这里很久吗？嗯。先吃红薯垫垫肚子。迫不及待接着吃肉。他又要开始分享了。看这真诚的眼神，他已经被自己感动了。谢谢。不用客气。哎呦我的妈。蔬菜专场。还知道茄子下饭。吃还是你会吃。肉松，谢谢妈妈。海苔，掉出去的米也要吃掉，因为妈妈说过。吃过。嗯，这寡的是真干净。搞定，收拾一下。谢谢妈妈。